今天上午有网友发现，一角塔罗斯已经取得了胖姆胖姆的软件著作权。胖姆胖姆这个名字，大多数人应该都不熟悉。其实今年上半年，他就已经被我们注意到了，当时只是注册了中英文商标，并没有更多信息。所以很多人认为，这个胖姆胖姆指的是来自星辰海报里的那只可爱小鸟，其所注册的商标可能是用来做新的周边品牌，类似于长隆山。不过现在这些猜想都不攻自破了。这次塔罗斯，也就是鹰角旗下开发来自星辰的子公司所申请的软件著作权，全名是胖姆胖姆游戏软件，肯定是和电子游戏有关的应用，要么是游戏，要么是某种游戏平台。那么我们可以看看现在国内比较主流的游戏平台 WeGame 和 TapTap， 搜索相关软件著作权，都能发现他们和游戏软件一词关系不大。关联最近的就是游戏 APP 软件了，大家可以搜一搜这个关键词，搜出来的应该全是某某游戏盒子这种。同时我们注意到，鹰角旗下的所有游戏在注册时后缀都是游戏软件，所以胖姆胖姆为新游戏的可能性很大啊，多的肯定不能再说了。视频内容仅为个人想法，仅供参考。